泽身处福建武夷山腹地的秘境，也被称为最远的江南。这里青山如黛，云雾缭绕，溪水潺潺，鸟鸣四野，汇聚成了一道最美风景线。历经亿万年的演化，乌金山有了别样的风貌，古廊桥上也留存着山的记忆，俯瞰游溪田野，信步山水间，氤氲浩渺的饶平村沾染着江南的气息。崇远古街的青砖绿瓦诉说着400年的时光更替。你可以去北溪湿地探寻古坝遗迹，还可以去大洲谈判旧址，了解英雄们的事迹，重温历史的荣光。山涧迸流，汇聚成溪，行驶在风景道上，水墨如画。清风徐来，武夷天池辽阔的水面宛若一面镜子，苍翠的山峦在池中倒影，高加水库有如碧玉，在彩虹下奔流不息。山明水秀，驻足玲珑桥上，把玩美景，悠然自得。水汽蒸腾，化为风，裸为雨。在这里，森林的味道让你痴迷。养蜂基地，资源丰富，青山环绕，绿水相依。走在途中，忍不住掬一捧与水相系。彩蝶逐花来，草虫低鸣。在玲珑溪谷，小径咖啡让你独上一份休闲与诗意。眼前美景说不尽，一叶轻舟浮碧水，山峦叠嶂，云蒸霞蔚。漫步古道，在清溪村感受宁静与美好。别样的气候孕育了正山小种，每逢四五月，采摘的茶青经过传统的摇青、烟熏、烤干等制作工艺，赋予了它独特的茶香。重走一次万里茶道，聆听另一个时空的声音。走进时光山居，读一本书，静听溪水之声。走进光泽，一起探索这条武夷山国家公园风景道，纵享读书你的美好旅程。看月升日落，揽星河入梦。